今生无悔。其他的那个没打完的话，就是咱们也不切换了，就播完塔菜亚这一场，然后我就休息了。我今天播的比较久了，眼睛疼。谢谢今生无悔的皮。1小时了，超级超级勤快的人。管理任何一个都能做出牺牲。我踢完之后，如我，他反应慢，反应慢。陈飞龙。打几个字啊？等一下，这是怎么了？谢谢帅帅。沙夫还有罗洪浩是吧？我看看啊。赛场里面找一找。刚才问的中国的那位是谁来着？欢迎，欢迎冰山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欢迎我们家冰山。真的好久不见，辉煌！新马成都特色，成都，红光的眼镜戴上。吃麻辣烫没有？像面条似的那种东西，盐水面吧。真的有用的，就是防蓝光眼镜真的有用。就是你上班族也没有说天天就是对着电脑这么久，是什么？然后戴上眼镜之后，就会很明显觉得眼睛没有那么酸了，那么容易酸了。减少没时间逛，就是本来是定要回家的，然后抽出2天的草草的走了一圈。宽窄巷子我去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你不休息吗？我呀，你明天不还出门了吗？戴眼镜特合适。
你失踪了，我也不在北京，你跟我说我还用啊？我上哪找他去啊？真逗。他问长冰月，欢迎苍苍。长冰月输了，长冰月也跟不上。欢迎赵丽琪。对对，这边是重新开始的，他那个比分牌吧有点慢。啊，说好这局积分了。其实一分是上局的，就是他这个积分牌跟咱们，什么不画画？因为咱们这有比分牌，斯诺克比分。他猜呀，是九。第一局谁赢了？陈飞龙赢，咱自己来，行吧？哇，我发现我这个主播简直太好，小分儿，咱们从下一局开始好吗？大家手动积分。欢迎我们家成二，咋了？明天也4场比赛。16，45。谢谢我们家神二的跑车，二啊！感谢我们家神二的跑车，是我说下一局吧，咱们下一局再记吧，行吗？从下一局，这波 all in 很帅，我也觉得是。小二，你很帅，你知道吗？你全程爆分，我感觉一会儿那个。不太和谐了，要不要这么和谐呀？有人爆分，有人计分，然后还有人算超分，这边也围黑，能不能有机会围黑呢？好吃哦。刚才升为八副，谢谢。帅帅，比个心给你，谢谢，比个心给你，今天放光。刚刚是积分器出。真的，真的，赛程里如果没有的话，没颜分啊！前面是27分，哦，
胸吗？哼哼哼。我很喜欢。小儿，你还觉得它红吗？行了，我都，我也不会啊，我通常都很激动啊，我今天想，明天晚上咱们看希金斯。当然，就是也土豆不熟，是不是？我会闹肚子呀。然后小特呢，我就丁俊晖，我就觉得他很深沉。我没有认识多少斯诺克球员，就认识不几个。但是你高呀，不爱是咱们家目前不爱我，越来越像大美了，怎么办？头发。哎，我主播好像没什么精神啊，主播有精神啊，主播真的就是，好多精神，但是从眼睛已经体现不出来了，可以从嘴巴体现。他问我什么？我说我选位置。欢迎南哥，刚才好，不要，就是等一会儿结束这场踢出去。明天还一天呢，铁定够。今天说我时长不够，埋汰谁呢？今天要把这波一分钱不差。我不可能让你胜。咱平台除了我叫妹儿之外，还有人叫妹儿吗？幺妹儿，我天呀！当时同意妹儿解播这场我。小妹儿的 QQ 群可以随便进啊，75958017都可我本的信息，平时干嘛呢？他猜呀？你是刚刚我放。我实干可以打一分钟。
是吗？活在值得你要出，没了。又出洋相。主播眼睛不卖，真是不像话！买眼睛，你说你像不像话？太太呀，说我忍不了了，飞哥，我先走一步。是陈鹤飞一百，我今天白天没播，总是不要主播这边做对比啊。那个透神也禁言了吧？十二是你的，我觉得我好像瞎了。主播，等，你们等我一下啊，帮我看一下直播间。没有，我姐姐给我打那个语音电话了，不是沈姐，不是沈姐，戴眼镜，然后色狼不敢靠近。抢我工作了，你就要让我失业了。你给我扣没了！就是中式那边胜部的比赛，明天早上估计我会卡点起。就怕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
喜欢主播要点关注啊。喂，你直播间现在啊，在说反话，你说我要出手了，别出手必伤人。不是资格赛，这超分了，超分了！哎呦天，决胜局4比50。前面是送了一个。微信公众号关注星期五台球，点关注。喜欢主播的可以开嘉宾守护一下，嘉宾是可以进嘉宾。我感觉一点都打不完。好球，真准啊！打不完。一把撸到解放前。那个小强，我有回答你好多遍。那场比赛是有直播的，你说沙拉夫那场是没有的，这球是看不到。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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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安。刚，女生洗澡通常不会洗头吧？就是分情况，分大洗小洗。147的物流怎么查？宝宝，你尽量白天打电话，147就是那个147的衣服，尽量白天打电话。然后还有一批呢，如果你哎呀，先摘了，眼睛有点酸，确实不太舒服。没跟我说晚安吧？平时不跟不爱说的晚安吗？没有跟我说。
1:30的，一脚给你踢出去，还想看决胜局，疯了是不是？我的妈呀！明天就是今天晚上，如果播太晚的话，明天早上我肯定起不来，我得休息。欢迎帅帅，什么东西？前面是语言，后面是动作。我真的也累了。我发现打斯诺克运杆的节奏，还有出杆的节奏，停顿非常重要。我考虑一下。是啊，我不播你来我直播间干嘛呀？你不播来我直播。是塔台呀、你老板来了，老板明天不？戴眼镜是，因为戴眼镜都戴累挺。还有啊，有没有留级？我卸妆什么样？我就知道啊，还按照我说的思路打的。我才知道有快捷键呢。汉密尔顿，谢谢我们家雨神。
球杆有售后吗？有啊，我们有客服的，人还自己抓的。一就是发烧老弄着我的脖子，就贼痒。有点轻，能换吗？他都捅一趟过，又漂了，头漂完之后就是会折，就很脆弱了。现在头发，原来我头发是粉色的，就今年夏天的时候，19年夏天头发是粉色的。明天早上再打。我是不是太宽容你了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在我直播间里边，答应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左边是东北人，东北姑娘。踩踩呀，赛点！谢，欢迎谢冰。谢谢七七。好准呀，这边儿，妈呀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风云桥是我没带，哎，直接低杆蹬，拉回来多了，好像有点。然后是飘了，你就给我拴一块板砖。好球！666，不行了，对面都再掉了。干嘛呢？不过也没机会，应该防守一边。
这下可真的。咱完了吗？防守，没想进攻，好样的，好。好样的，我的妈呀！好样的，进球了。现在我一进球，我就有种像过年吃饺子的感觉。说打这么长时间，可能今天就真的不在状态，对不对？平时肯定不是这样的啊，这就是全今天肯定是不在状态，对。谢谢我们家雨神的芭比娃娃，10个芭比娃娃，谢谢！别让我换了，咱把这场啊播完之后我就睡觉了，受不了了。我已经今天在线时长已经是，你们不觉得什么现在的脑袋比早上的时候大吗？别骂人啊！状态不好也不准骂人。啊、嗯，好吗？沙夫2-2，这更慢，心碎了，气死我了！那个是微信公众号不？雨山，来来来，我自己找来。那我就这么笨，我都找着。你要是找不着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得急眼了。我跟你说，沙拉夫是吧？啊，这是没开始的呀！哦，不对不对，我看的不对啊，这是即将开始。已经，行了，找着了，我都找着了，你肯定能找着，相信你，相信你的智商啊！哦这人你偷笑什么？1点。我再没报名。都问呀，他问的也不是，就是乱七八糟的问题，问的也是正儿八经的问题，我怎么能不回答呢？对不对？5974，谢谢送给主播的玫瑰花，帮主播点点关注啊，然后那个更喜欢主播的，哎呀，东方不亮，好球，我们要再看一局喽。一些不眠不休的啤酒，你现在有风吗？主播二人转走，铁班睡着，唱二人转吗？正月以来是新年儿啊，好听吗？还有，曲主播还不容易，都好听。
谁都别走，来，谁都别。熬夜都膨胀，你却走不了。熬夜做的是心变老，而是熬夜再膨胀，你却走不了。这是屎吗？这是屎。有点关注，有点点关注啊！那时候有没有小礼物送送？主播唱歌，人现在不露脸，无所谓什么形象不形象。我清清嗓子啊。谢谢不眠不休，不要做掉粉的事情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唱歌唱《精神报告》可好听，就是特感动。然后唱哭了没有？帅帅疯了。你唱歌吧，五分，一颗红球吗？那颗是咖啡球。貌似可以没有眼泪，但是纷飞。行，不能唱这个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爱情来不及变老。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。左边跟我一起，中间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。好，基本上结束了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白露了脸。为了证明主播没见一见我。